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四月二七日公视台记台的 AM 新闻，我是丁阿准。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今仔日中正纪念堂有人用插单要写蒋介石的铜像，予人压制。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要来推动转型。新竹县一搭建案边仔的车路向向破空，有一只特斯拉的新车直接掉落去，县府已经要求边仔的建案要先停工。疫情解封，指挥中心准备要解散，下晡举行上尾一场记者会。前指挥官陈时中，阁有总统蔡英文，今仔日嘛拢有去甲伊慰问。新闻头起先来看，今仔日有台独团体台湾国的人，今仔日下晡去到中正纪念堂，要用插单写蒋介石的铜像，当场互警卫甲压制。这嘛引起大家搁在关心中正纪念堂转型的问题。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要赶紧来推动转型正义。派出同志，转型正义。独派团体的台湾国办公室主任陈俊涵也七大清，包括阿良，伫从手盖石当上，受尾射击，边爱警卫甲驻守宪兵随向前。和宪兵包围，最后防阻止，压制伫涂骹。社区中正一分局协报告中处理，将人带回仁爱派出所。陈明涉及借单滋扰及污损公共场所等行为，讯后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移请台湾台北地方法院裁处。警方强调，专案以社会化裁处。那台湾国长期不满蒋介石当上阿伯听，也发声明向蔡政府发声，两早就是转型正义。最近去维权化，一度蒋公当上顶，有关中正纪念堂转型议题也受到民众高度关注。不认同，我100%都不认同，在撕裂我们台湾呢、啊。表达自己的立场，不是用这种方式表达，有点不理性啊。外界关心中正纪念堂转型进度，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行政院已经成立中正堂转型专案小组，由副院长戴文灿担任主持人，会两早完成转型正义。透过呢政府与民间的这个持续的讨论呢，让这个转型正义能够推动，可以去除这个威权的象征，然后弥平这个社会的伤痕来重建社会的复兴。陈建仁也强调，民主时代应该以去个人崇拜、去维权化为基本走向，已经是社会普遍的共识。中正纪念堂的转型规划需要政府和民间协力推动。新闻建议记者综合报道。伫个新竹县一搭建案边仔的车路，今仔日雄雄破一个4公尺宽、3公尺深的坑，有一只单买无一个月的特斯拉新车，嘛直接落落去这个窟窿内底。而且这已经是附近第五摆发生车路破坑的代志啊，所以县府嘛要求边仔的建案要先停工。原本好好停在停车格的车辆，雄雄落落去窟窿内底，我过去甲看，路面竟然出现一个大窟窿。破一大坑，车主看到这款状况，感觉真无奈。交车不到一个月，令人堪忧啊！这边，嗯，我觉得很心疼，就没办法碰到了。啊，好险人没有在车上啊！对，附近的民众怨叹讲，这条路已经不是第一摆发生意外，过去这3个月来，都已经发生过3摆。某民众质疑，拢是附近长的时间的工地害的。也是我们的马路已经是呈现整个就是凹陷的状态，已经是好几次铺平了好几次了。大大小小应该看了5、6次吧。好好好。那当然我们居民当然是非常的担心了、啊。县政府接到通报，把赶紧封锁道路，通知附近工地建商针对公共设施先做安全补强。目前已经要求建商爱随停工。工地勒令停工了。那也请工地派相关的机具来做这一个道路的部分的一个开挖，我们来了解。那我们也已经请专案小组的成员里面有包括建筑师哦，还有大地技师、结构技师，我们下午会来做一个现勘。一般如果勘的话，会在我们工地旁边，这好几次应该都有来，都在基地旁边勘。他现在会躺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也是要请他来鉴定一下。新竹地检署下晡把派人到现场调查，
管府排针对附近道路进行24点钟检测，刷落来会请专家学者对地质状况展开调查。记者刘君和新店报道。防疫解封，疫情指挥中心按算后礼拜5月7日就会解散。今仔日下晡举行上尾一场记者会，嘛宣布接下来疫苗假和防疫假拢会取消。啊，那前指挥官陈时中佮有总统蔡英文，今仔日嘛拢有去指挥中心慰问。三、二、一。经过3年外1194天举行过960场记者会，疫情指挥中心要伫个一次拜四开最后一场记者会，搁要伫个5月7日改编。防疫调向常态化，暗过也公布国内第一摆验出两例本土，俗称大角星新型 Omicron 变异株 XBB.1.16。两个个案拢是北部70岁以上女性，拢慢性病史，一个是重症，另外一个是轻症。它是传播力有比较增加，但是并没有显示说有造成重症住院跟死亡的比例有增加的一个情形。指挥中心表示，疫苗注射假假防疫隔离假，也要对指挥中心退场回归一般请假规定。指挥中心最后一场记者会，也邀请真侪捌参加过防疫的重要官员、甲专家学者，包含前指挥官陈时中、专家咨询小组召集人张尚春等人。陈时中致辞时阵表示，防疫过程有痛苦、有心酸，不过拢是对人民负责。一方面也觉得在疫情期间不免有很多的遗憾，虽然我们这么的努力。想要尽量避免可能的一些伤亡，但是还是有一些避免不了。那不过呢，这些都渐渐过去了，我们现在正要迎来疫后新生活。总统蔡英文也去指挥中心感谢大家这段期间的辛劳。这也是蔡英文第10次到指挥中心，伊强调，指挥中心改变了后，会由卫福部成立跨单位防治联系会部，会继续防疫准备加应变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昨代替大大调整380多班列车，不过这新的时间表印出来10万分，才发现到车帮上尾站有印唔对去。代替表示，这是厂商排版出差错，因会先请员工把时间定档的所在补过来，改进过来。代替二六起进行改点，386个班次时刻拢有变动。代替因的10万分纸本时刻表，由各车站服务台提供，一个人限领一本。代替员工以速成领遐记录，真侪民众拢来提新的时刻表，也毋过民众发现时刻表出现印毋着站名的状况。以沙仑之线列车为例，3774列车明明只开到台南，却显示开到神话；3776列车开到神话，显示开到台南，恐惊误导民众。印错的话就很麻烦，我是还没看到最新的。该不用了吧？现在大部分都是网络上面就可以查得到啊。代替回应站名印唔对是厂商排版疏失，今次代替 Apple 个官网做行动请卡，已经请厂商加校对人员检讨，会以公告加五刊积极保证。代替产业工会指出，其实真侪中高龄族群拢是也是靠纸本是去表，这项疏失唔但影响旅客，也加重第一线员工负担，除了爱无用接下来也普遍爱承受旅客情绪的指责。刊布的这个夹页就要再重新索取，那其实是会造成第一线同仁一个非常大的困扰。台铁如果再不去检讨自己在做的这些事情上面验收以及这些效率的话，其实就算是公司化，我觉得也很难改变。三角工会指出，为细节都当看出代替无够周全，好友代替应该爱更加斟酌，在改革路上更加爱精心面对。记者综合报道。咱拢请不时会接到银行卡内要问敢有要贷款的电话，有当底也是嘛真困扰。即马金管会特别规定讲，未来要办信用卡时阵，民众会当注明无爱接到推销的电话。另外就是银行若卡电话要推销，爱先得到民众的同意，才会当继续讲落去。电话营销五花十色，有的爱人办信贷，有人推销理财专案，互人是真困扰。贷款啊，不管是车贷、房贷啊。对啊，那你为什么阻止？大部分跟他讲说不需要啊，跟他说谢谢，然后就挂掉电话。可是这个你不接他，或是你拒接或什么，他还是会一直打来啊。
金融主管机关金管会银行局邀集真济银行业者开会讨论，初步要用两大措施来管制电话行销。契约书上面第一个要让他知道说，银行可能会做类似商品的行销，这个是要经过当事人同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目前我们本来就已经有电话行销的这个规范，那是不是在这个规范里面让他讲的，让银行的话术更清楚？方向银行业者反弹，金管会回应，未来就是朝向清楚各路电话行销方向规划，营销专员打电话给民众，除了说明来意，还佫给民众同意将技术通电话。面对是要求金管会新制当中，信号开户因故作被行销，应该按速去计划。如果委员觉得范围上还要回溯既往，我们再来研究一下，因为这个部分可能我建议还是要回溯啦，因为现况才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未来在办卡的可能性其实相对是少的，如果只是规范在未来式，我是觉得无济于事啦。请问你接过电话行销没有？真的很少，大概贷款吧。你很少，因为你官很大。我们是小老百姓的，我就接到很多。除了管制电话行销，另外对目前社会面临流行投资诈骗广告，金管会也起函要求业者落记。自4月15日开始起函255件，已经落记211件，未来也收款，由源头来管制。记者综合报道。美国针对智慧财产权的报告，今年将中国、印度等等7个国家列入优先观察的名单。若台湾非法盗版的影音服务也予因点名。有学者指出，这显示美国对台湾的智慧财产权有疑虑。对未来台湾若想要加入国际贸易组织，也是争取台美贸易协定，可能有影响。非法电视机上压安博阿爸讲，会当免费收看国内外频道，伫通路买卖，因为盗用电视频道信号，警方大动作查缉，起诉负责人。美国贸易代表处2日公布特别三抗议报告，甲中国、印度等7国列入优先观察名单。台湾即位无在内，严格用点名非法网络协定、电视 IPTV 服务厂商，嘛包括中国、香港、泰国、越南等国家。调解刘义讲，政府有魄力，洗清台湾的国际名声。政府也无法有效稽查，是一直以来的问题，也导致台湾在国际有侵犯著作权的不良印象。希望相关单位可以找出更有效的做法。那要杜绝这样的情形，NCC 责无旁贷，行政院也必须要痛定思痛，否则也会后续影响到我国加入相关贸易组织的一个关键因素。IPTV 是一种数位电视，经常提供客户随选视讯服务。全球有真侪非法网络协定电视服务，伊也就是制作盗版 IPTV 应用程序卫星接收器的来源地。中国是硬体设备制作中心，美国北讲台湾是盗版者避风港。无简单，伫2009年摆脱一般观察名单。学者讲，即届红点名对台湾要加入进国际贸易组织是警讯。列为观察名单，都短时间不会，就是说受到美国的贸易制裁啦。所以 这部分我们现在被提及，大概就是被提醒的意味比较浓厚，它能够衍生成为一个 BTA 甚至 FTA 啦。那所以说这一部分，我相信政府会有一些比较具体的作为才对。有没有这样的事实？那这个主政单位是谁？那后来确认这个事实要怎么再改善？报告讲，美台去年5月举行台美贸易暨投资结构协定启发会议，就讨论版权立法。甲所谓盗版的最新进度，台美目前离世纪贸易倡议有重大进展。学者讲，美方真重视智慧财产权，台湾要进一步推动 FTA 自由贸易协定，就要禁止盗版、修法党员合作侵权行为一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英国的外交部长发表外交政策演说，讲到全球有一半的货船拢会经过大海，而且台湾嘛是半导体供应链的关键，若是大海发生战争，会严重影响到全球的经济，所以伊嘛呼吁欧美国家爱团结来应对中国。中共新冠大海紧张世面，国际正关心。英国外交大臣科维利最近发表年度外交政策演讲，聚集伫个英中关系，提起到全球差不多一半的货船会经过大海，台湾伫先进半导体领域是全球供应链的关键。两岸呢则发生战争，恐惊会毁掉价值$2.6 trillion的全球贸易，对于全球经济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Distance would offer no protection from this catastrophic blow to the global economy.
and indeed to China most of all. And I shudder to contemplate the human and financial ruin that would follow. So it is essential that no party takes unilateral action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针对中共在南海和各地设立新基地，柯维利警告要设想上歹的情形，欧美要团结才能对抗中共。对这件代志，外交部表达感谢英国展现优待立场。瓜地马拉共和国总统贾迈代完成来台湾的访问，用实际行动坚固台瓜关系，日期离开。外交部长吴钊燮亲身上谕，展现两国正深的友谊。那是美国前白宫国安顾问波顿到台湾访问，受邀请出席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40周年庆的晚会。正拄好的是，总统蔡英文也会出席这个晚会，两个人有希望共台。外交部回应，波顿是长期坚定支持台湾的优质。他是应其国内的民间团体的邀请来台湾参加活动。外交部目前没有资讯可以提供。那是法国总统马克宏讲，欧洲爱避免跟热带海冲突，引起国际的议论。不过，法国意大利学者访问团要同齐在5月7日来台湾访问。成员之一的法国学者博达安分析，马克宏看涉到台湾的言论无妥当，不过法国对台政策正清楚，是支持台海稳定的立场。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即马伫南美洲唯一的友邦巴拉圭，4月30日要举行总统大选。目前支持度较悬的在野党候选人艾里格里是主张要拓展中国的市场。伊讲，若是伊选调，会重新来检讨含咱的邦交。啊，那执政党的候选人潘尼亚，伊是讲会延续停台政策。不过伊也暗示讲，未排除全球上大的中国市场。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代表在野党联名出马竞选总统的60岁拿党律师埃里格里带领车队扫街，面对巴拉圭的财政赤字，伊抛出准则对象，主张削减公共支出，无增加农业扣税。伊搁较几啊摆强调，当选了后会加强甲中国的关系。这张农产经济红利的选举支票，正做影响今年总统大选的关键因素。Con Taiwán significa una relación especial。Porque las relaciones con Taiwán significan la pérdida de uno de los mercados más grandes, que es China. Entonces decimos nosotros que el Paraguay hace un esfuerzo muy importante, un renunciamiento muy grande para tener relaciones con Taiwán, pero que no estamos viendo desde Taiwán el mismo esfuerzo, ¿eh?四十四岁执政党候选人也是前财长潘尼亚，面临共党的前总统卡提斯涉及涉及走私的指控，加党内几啊件贪渎证据，选情相对严重。伊强调会维持甲台湾的关系，也毋过也讲巴拉圭需要行出家己的国际路线，中国并不妨摆渡。Pero también avanzar en una agenda comercial donde Paraguay se tiene que insertar al mundo, a todos los mercados, inclusive al mercado chino de 1.400 millones de habitantes.中国是全球上大黄豆甲古巴进口市场，当时巴拉圭的两大农产品，也毋过一直拢无出口到中国。极端气候甲乌克兰战争明显冲击农产贸易，伫农产游说团体强烈介入之下，巴拉圭社会暗中向中国靠外的气氛。台湾伫中南美洲下几个邦交国，为2017年开始先后承认中国，中断甲台湾的关系。即卖澳洲资深外交官也附言，无论选举结果安怎，巴拉圭修正中国政策无。无法度避免，而且两年来的发生，为今年2月到4月的民调显示，在野的艾里格里能领先潘尼亚。那最后真正由艾里格里胜出，台北关系敢是确定有变化，会正做关注焦点。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美国总统拜登和南韩的总统文锡月昨在北京发表华盛顿宣言，说到美国要在南韩部署核子畅水舰来应对北韩的威胁，而且拜登也再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美国北京安排隆重盛大仪式迎接南韩总统文锡月红子来访，美国总统拜登红子也来亲身迎接。在美韩同盟70周年的时阵，南韩总统朗12年，搁再去美国做国事访问，双方发表华盛顿宣言。华盛顿宣言伊的内容包含自1980年以后，重新部署核潜舰到朝鲜半岛的水域，两个领导人的会谈，也有讲到台海的问题。Today,
We discussed our work together on promoting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s, ensuring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beyond. 북한의 위협에 대응하여 핵과 전략무기 운영 계획에 대한 정보를 공유하고 한국의 첨단 재래식 전력과 미국의 핵 전력을 결합한 공동 작전을 기간 15강의 국시 방문 北京也规划国宴来款待。美国有因讲加强双方的军事训练、信息共享，还有战略资产转移的合作，来提悬对北韩抢夺的威吓力。对进前五角大楼泄密案，意外来爆发出美国监控南韩者的名誉。温室伊受访时阵又讲有小夸外交，不过未影响到韩美同盟的信任。要是美国通过晶片法案限制中国投资，拜登强调讲，这个用意不是要来伤害中国。Pull over $200 billion in long-term investment in semiconductors, and we're rebuilding the economy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ose semiconductors. It's not designed to hurt China. 因为晶片法案规定，都爱来分享超额利润，引发南韩三星电子甲 SK 海力士烦恼。拜登强调讲。南韩经济若是发展了好，绝对是符合美国的利益。韩美嘛会当对更加在的供应路线来得到好处。公司新闻郑怡人编译。罗西亚继续在打压言论，而那个针对反对派领袖纳瓦尼，以恐怖主义来个起诉，可能会加判刑30年。另外，不讲罗西亚入侵乌克兰的前市长罗伊兹曼，今嘛嘛面临着5年的刑期。当地在家的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伊拉透过影像露面出庭，伊穿粉红衫，面对镜头甲记者对话，对军事法庭以恐怖主义罪起诉，而且可能加判30年。伊表示，这一切实在是震撼好笑。话还未讲完，就听切断声音。不过最近几年加大言论管控，律师出身的纳瓦尼过去以口舌俄国总统普京出名，伊3年前北方黑道前往德国抢救，2021年反国随风逮捕判刑2年半，去年3月俄国发现以大规模诈欺等罪名，阁判9年。这些罪过其实拢是由普京所主导，支持者认为当局编造罪行。这摆罪名若成立，纳瓦尼会被监禁到2050年。刚一天，俄罗斯叶卡捷琳堡前市长罗伊兹曼也出庭应讯，伊摆伫影音平台公开表示，俄国的军事行动是伫侵乌克兰，互当局认为是咧抹黑俄国军。Сейчас за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говорить правду и иметь свое мнение его высказывать, приходится платить, и риски достаточно высокие. Но мы же про это все понимаем, то есть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своей страны у нас нет никаких иллюзий.罗伊斯曼过去已经因为4次同款的言论，被判10罚金。这摆是根据俄国国会去年通过的法律，恐惊会因为发布不实谣言，还是抹黑俄国军，被判上悬5年监禁。顶礼拜，俄国法院才以类似理由宣布维持前莫斯科机关亚新的刑期，显示俄国当扩大行动打击异己人士。公司新闻牛干编译。美国的迪士尼乐园第二日去告佛州的州长德桑提斯，讲因为迪士尼唔将佛州反对同性恋的政策，因就用取消迪士尼的税务优惠来甲因报复，所以迪士尼就去提法院提个要求来保障因的权益。啊，那德桑提斯即马人是伫咧亚洲访问，暂时无回应。福州政府是禁止在上课的时阵向细汉的囡仔来讨论性和性别认同。迪士尼乐园是表态反对，结果变作是含州长德桑提斯的枪声。德桑提斯是大动作取消迪士尼登基以来的税务优惠，和迪士尼认为讲这是在报复，所以就去法院来提告，要求保障言论自由。另外，迪士尼嘛指控福州新的旅游局是侵犯权益。旅游局是回应讲，迪士尼进前含州委员会达成开发计划的协议是。
违反州的法律，这个协议是无效的。这张加州关注的官司，外界讲是彼此大战德桑提斯。And the case could probably go either way. The government may be, the governor may be on firm legal ground in terms of what he can do. 总统认为讲，目前是无法度看出谁会当在诉讼内面占优势。另外嘛，讲虽然这个案件是真有话题性，但是对德桑提斯的政治影响可能是有限的，因为德桑提斯本身就是以反对多元性别、反对提囡仔这保守的立场，得到伊的选民的支持。德桑提斯目前正在亚洲做贸易访问，王认为讲是为着伊要参选总统来做。准备，伊暂时无对这个案件做出回应。恭喜新闻台湾林朋友。台经研究院今仔日发布四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有五项指标拢总在下降，其中物价水准是创下八个月以来新低纪录。另外，国发会嘛公布三月也是维持景气无好的纳什顶好，可能还到第三季才有起色。国内油价对四月开始是连续三礼拜一直起，我民众即马加油是无想要阁加加满啊。虽然即礼拜油价汽车油拢调降0.2元，但是旧日无烟气又是一直要起到30元，金额嘛拢超过30，和民众是挡袂掉。国际原油的关系啊，也没办法，这个是荷包会失血。一个月应该500应该有，5001000，压力其实有点大。唔，那是油价起，四月嘛启动电价调起。虽然讲调起的对象是以工业用电为主，但是一般的店家和餐厅说早都已经开始起啊。和民众感觉钱是愈来愈薄。根据中央大学台经研究中心发布四月消费者信心六大指标，只有投资股市的时机指标是起的耶，其他五大指标拢落落来。其中以物价水准的指标落上济，从八个月来的新低。我传出台电要检讨比准用量率的制度，经济部长王美花讲，是因为用电量已经越来越高了，再用这个百分比，可能要去思考。不过这个议题，我们确实会邀请学者专家一起就不同的几个面向去讨论，以后之后才会再去看看有没有需要改变。看未来，唔那是欠电，受到全球终端需求愈来愈歹，产业电是继续调整库存，景气同款是真歹。国发会公布三月景气的对策信号，同款是拿顶，综合判断的分数是比二月增加一分。这是因为景气领先的指标是连续五个月起跌，但是公司指标是连续14个月拢跌倒来。货币政策的这个紧缩的这个状况，升息的这个压力可能也会走缓。那这个对于未来后续外需的一个改善，我也有帮助的，所以我想这个是厂商的一个信心转好的一些因素。国发会讲，对未来景气嘛是要保守细致来看待，按算景气要恢复要等到第三季。记者综合报道。疫情当下，旅宿和营造业是欠工欠甲真严重，劳动部宣布要投入10亿去鼓励就业。劳工若是去因指定的课，上济一个月当摕到13000的奖励金。另外，企业这边请新劳毛上济15000的补助。不过，有学者认为，若是奖励和补助到期，待遇同款不好，劳工恐惊也是留袂住。继承以后，产业欠工劳动部规划为奖励劳工就业，加鼓励雇主进行推动五大措施，要试办一年投资10亿，要予20000人就业。奖励劳工就业部分，那一般劳工投资专案一款，每个月奖励6000，中高龄特定对象是10000，偏远地区是各增加3000，上济是奖励12个月。需要的人是有帮助了，除非这个是长期的啦，不然如果单单一年是可能效果不大。雇主若办理新进人员训练，会补助企业每人每个月1000，偏远地区提悬做15000的自费指导费，上长补助3个月。根据劳动部人力需求调查结果，按算4月底比1月底人力需求增加57000人，以制造业增加22000人是上多，大小甲餐饮业7000人第二。另外，营造业也是真欠人，这要如何解决的？这个案子其实也包括了营造业相关的缺工，本来就在我们的专案媒合里面。而且认为补助确实有吸引劳工投资、看工产业的效果，按个企业若无实际帮助员工提升生产力，或者是补助基本，雇主无去加薪水，恐怕造成劳工又一摆离开产业。
本来假设这个雇主本来给我3万，那你雇主不就给我加了1万，所以4万块，那我愿意进来。就等到补贴期满的时候，如果雇主在这段时间没给我加薪，那我又回到3万，那我可能又离开了，会变成短期的效果。企业主算盘珠子拨的比你还精啊，他一年以后你没有补助他就不用你了。肖中涵表示，以中国人就业来看，大部分头家也是希望用50岁以下，主要原因就是就业门槛，比如45岁应接头路20年，55岁算只存差不多10年。要实际照顾中国人就业环境，恐怕还要更多配套才会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中油外包的油罐车司机，指控油罐车的包商长期拢和因签定期的契约，还因拢无加班费、无特休假，而且因申请劳资协调，佮予人扣薪水。另外工会也指质疑说包商把中油要给驾驶的奖金偷正去，呼吁中油应该来调查。没办法生活，所以说 就选择离开这样子。你投工因为受到公司恶意减班，薪水对47000多减到剩无3万，只好另外找头路的心酸。因为中油往电油库的油罐车驾驶业务5年外来，一直拢是同一个厂商咧承包。原本担任油罐车驾驶的杨先生指控讲，承包商长期甲因签订定期劳动契约，无加班费、特休、固定假日双倍计数。请假还要让倒扣薪水，严重违反劳基法。他就是不想付之前费，而且他在旧的定期契约里面呢，甚至在契约条文里面就有一个乙方不得主张之前费的条款。声援的工会指控讲，杨先生这个人因申请劳资争议调解，颠倒去用恶意减薪，干那会当另外找头路。万耀辉讲，承包商亲像是有诈领中油和驾驶的奖励金，薪资给付的方式。或者是奖金的部分都有它的规定，协调会也开完了嘛，然后在我们在定期时间之内做一个厘清，整个的我们的规定啊，会讲得很清楚。立委要求劳动部都要对承包商来做专案的调查，并且了解承包商是不是有侵占中油和驾驶的奖励金。劳团是要求讲，调查了后，若是真正有侵占，中油应该把这个包承包商随甲解约，并且甲当作是继续往来的厂商，爱阁甲检方来告发，嘛爱甲这个驾驶甲转做正职雇佣。记者综合报道。苗栗头份在今年2月打开用一搭开2000万打造的运动场，到即马内底恁阿下厝边场所已经必损必加真严重，管护士赶紧请厂商去修补，不过有人开始咧质疑这个运动场有偷工减料。厝边场的跑道规个壁起是壁甲真大片，工人较紧甲一挂所在敲掉开始补。伫苗栗头份的六合国小分校一定地综合运动场，才拄用2个月就变作安尼。当地民众质疑工程是偷工减料，烦恼囡仔去运动会受伤。其实从楼上看得到，小朋友他们在练习的时候，其实他们在竞赛的时候，那个速度都很快啊。而且你溜冰那个轮轴也那么小，你光一个小缝或是小石头，可能就会造成跌倒摔伤。对啊，更何况那个裂缝那么大，那是安全问题，一定会啊。那个龟裂这样，那个溜直排轮就是要光滑，要平顺啊，这样子怎么没办法，没办法做，对啊。今年2月底，苗栗县长郑东印是亲身体综合体育场来开幕，除了整修出冰场和篮球场以外，阁新起5人座的卡球场和便所，总经费是1970万。伊当阵遮尔请伊，对照即卖状况是真落差。官府讲整修工程是照出冰选手的建议，甲坡道要挖的部分塌较悬的，结果煞憋气，即卖当用大马加按门头顶顶的材质来补。现在造成龟裂的情况，就是因为当时填高的部分没有一体成型的施作填补柏油水泥，然后最上层是压颗粒。各民众讲，运动场的部分便所是有够垃圾，甚至搁锁起来，外口的人行道排水系统根本就无效，问题一堆。官府讲目前搁伫咧工程的报告期，会要求施工单位一个一个改正，而且找时间邀请体育署来办会勘，确定一切拢安全，才会来开放出冰场。记者综合报道。
台南市的新化老街为三月中开始做科技执法，若是黑白在路边停车超过三分钟，就要吃罚单。一个月来已经开到要1000张罚单，连这店面落灰也都防罚到。经过地方反映，民代也呼吁政府要来调整，别为咱这的店头家。过去一透早就真闹热的台南新化老街，规条路150公尺长，两边超过30间店家。不过最近老街算是零零清清，路边一台车都无。原来就是台南市警察局为3月15日开始启动科技执法，只要违规停车3分钟，就会防处地。这么好，附近的店家是真哀怨。啊，再回来都正常落灰啊！啊，逐工咧落啊！啊，有一工等下收到罚单的时阵，感觉哇！啊，那个一届开10张啦，啊，搁有员工停在迄个停在外口，汽车嘛是叫开，啊，就即阵啊，拢失去啊。老街店家强调讲，因是绝对支持科技执法，掠违规赛平牌、弄红灯、大车出入，或者是无让过路人的行为。不过，供应商要落货，果不其然，才会临时停车。希望一旦检过当地状况，调整执法。那只能停3分钟，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哎、欸。那我还是要开走了。当初是由相关主管机关共同会勘决定，那经由市长签准后，才成立这个科技执法。那我们分局会针对新化老街商店卸货车辆，在科技执法期间，如有被制单举发，那商家不知如何申诉的话，那可以洽询我们分局来予以协助申诉。警方强调，客车甲处地主要是要维护车内安全，目的不是为着要告发交通违规。接下来会整理店家意见来检讨，评估科技执法的调整。记者温正雄台南报道。嘉义县的蛤蟆一冬的产量有到2000吨，不过这阵仔天气变化大，在东石沿海原地准备要收成的蛤蟆是损失甲比去年搁较严重，渔民就希望赶紧的相关的单位会当来甲因斗三工。系啊，清明两工就死完啦，所以拜两礼拜安尼来清分叶啊壳安尼。饲蛤蟆渔民看到东部的生态伫收成之前全部了去，拢感觉真唔甘。嘉义县东石乡沿海养殖的蛤蟆伫清明过了后，陆续发生死去的状况。敢若叫人清就开刀一死亡应该3-5万啊，系啊，啊侪拢搁饲东外，系啊，敢若金叶啊，做起来损失凊彩70-80万啊。渔民讲，即阵啊天气变化大，今年正嘛无落什么雨，一时啊热，一时啊阁寒，真侪迄区内饲的蛤蟆拢袂堪食。我们当时大概养殖100多甲左右蛤蜊池，我印象中是没有一个没有死的，那就是看每个人池的状况不一样。像我们家死亡率大概是3-4成左右，然后有的比较严重，5成，甚至到全军覆没都有。嘉义县政府渔业科表示。已经邀请水产试验所的专家学者调查池蛤蟆的水质和底土，了解发生的原因。为了要来厘清，那这一次死亡原因，那是因为天候因素呢，还是说水质底土的环境因素，还是说有其他的致病，像弧菌等等的因素等等。渔民表示，季节变化本来就会有蛤蟆死去，但是今年的情况比往过更加严重，希望相关单位会当来重视。渔业科嘛讲，渔民会当先向公所来通报损失，若是符合救助的标准，会联名来补助渔民。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云林北港有一个长照服务站的负责人，摕到政府的补助，却无付薪水给照护员，而且已经做无去2个月啊。这个照护站嘛，爱心关起来。卫生局表示，已经安排这个长照站服务的36个老大人去予其他据点来负责，卖协助照护员来提高。北港这间药局大门已经关起来，为了应应超高龄化社会，政府积极推动长照据点。这间药局分别在1908年6月、1909年8月开办两处的涵龙长照站，但近期却传出欠照护员薪水，有这项消息。都是等教长关起来，核销比较晚下来。那因为都是以这个理由跟我们说，薪资会晚一点发给我们这样，然后就有些费用就是说要核销下来才会给我们，连讲师费也是这样讲。文林关卫生局表示，这两处寒冷的等教长提供30多位北港的长辈就近接受服务，但在1911年3月份进行固定的查核时，没有照护员反映无领到薪水。卫生局马上通知负责人来处理，但近期再次传出欠照护员薪水，
甚至乎最近阁向长辈借钱转消失去。啊，无多，互伊有一个周转金了吼。我甲伊讲啊，无多，因两个人吼，借给你偌济吼，都要几十万。我讲啊，无，我着二十万借你，互你有一个周转金。我们在经费的核销上是没有拖欠，也没有延迟。好，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针对劳资的一个争议的部分，我们也辅导这个造福员寻正常的一个管道去寻求协助。云林县卫生局就曾经收过法院针对这个药局的专户强制执行的公文，也就是说他要每个月从药局里面扣钱啊。有议员就强调，卫生局当初知影法院强制执行公文后，就应该终止韩龙登桥企划合作。现在导致足侪员无领到薪水，令卫生局确实需要负责任。另外，每一季至少是地方是一届，并辅导各店落实品质管理的机制，才不会韩龙登桥服务品质受到影响。以上有报道。咱中建院的团队参与研究乌洞的计划当中，头一摆翕到乌洞附近的影像，会当了解到周围的物质是安怎吸收、喷发一挂乌洞运作的细节。而且这项研究即马嘛有刊起哩伫国际期刊。未来是想要搬到格陵兰的冰原上。研究室当中，电脑显示格陵兰条件的观测资料。中研院团队参加跨国研究，第一摆观测到乌洞附近的数据流加喷流影像。This is the first time for the human to see the spatially resolved its structure. We don't see like a structure. So then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o resolve the accretion flow, then see that it's the structure for the first time. 数据流是伫乌洞附近转动，也无流出去的电浆物质。另外，喷流是为数据盘喷出，整座环境可能是受强烈动力加电磁场的影响。目前全球两项乌洞观测的合作计划，拢串联全球电波条件。这个是自2019至2020年公布乌洞影像的事件世界条件。这摆全球好比铺在登基山顶顶，是了就M87乌洞的数据流加喷流的影像。We know jet for 100 years, but we still do not know how it was formed. 2019, EHT first see the black hole, and now we see the accretion flow. So by those observations, we have like three important components, black hole, accretion flow, and jet simultaneously. So then this is the best opportunity to try to understand how jet can be formed.相关研究成果已经登上国际期刊。研究团队指出，安尼发现能让学界对乌洞甲附近物理过程有更加进一步了解，有希望在未来知更加侪乌洞的神秘内容。记者综合报道。俄战争正要被收煞，有一群乌克兰的芭蕾舞者继续伫咧全球表演，而且因阁换掉来自罗西亚的经典戏出《天鹅湖》，改做因致敬乌克兰的新节目。一个拜六礼拜，因就要来台北演出，希望让全世界看到乌克兰也袂让人打败。由我的舞步呈现芭蕾舞的热咖啡，来自乌克兰联合芭蕾舞团的男女首席舞者透过芭蕾的演出向大家宣布，就算俄乌战争继续进行，乌克兰人民犹原站真在，也因为战争的敏感，舞团决定全面停止演出俄国作曲家完成的《天鹅湖》，改作演出以乌克兰传统歌曲为基调，向乌克兰人民致敬的新舞剧《战士挽歌》。Unfortunately, the oppression and brutality of the war in Ukraine didn't get any better. And the feeling in Ukraine, as I think you all know, although it may not apply to people outside of Ukraine, is that it's not appropriate to dance a Russian repertoire.这群乌克兰的芭蕾舞者原本因为战争无戏无话，经过国际朋友的协助，会当在荷兰阁演出。陆续巡演英国、美国、新加坡等地，这个礼拜六会在台北演出。舞者讲，战争的残忍让因不得已离开乌克兰。It's a good opportunity for us because in Ukraine, as you know, it's quite complicated to do our work, our job, because
people should go to the shelters. Yes, we have a really, really good opportunity to work out, continue our job. 部长表示，会当继续在国际巡演顶现乌克兰的文化，也会见证艺术安慰人心的力量。尤其乌克兰需要协助的时阵，会当让国际看到，也请大家协助乌克兰渡过难关。伊也希望战争会当赶紧结束，会当赶紧回去故乡，看到思念的亲人。记者综合报道。文化部参传统艺术中心就会推出第一届高养培育计划，为四月开始安排各种传统艺术团体到全国的学校表演，就是希望囡仔会当自细汉就接触到布袋戏、歌戏一挂传统的台湾艺术。呀，弟弟，每年考试拢第一这种。布袋戏走路台脚，甲囡仔互动，和新北市秀龙国小的小朋友拢真欢喜。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一块，但是这次看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为着要让囡仔嘛通对细汉就接触传统文化，由文化部国立传统艺术中心这个单位做会宣布启动头届高养培育计划，将对今年四月份开始到十一月份，从第九个合作的县市开始，让传统艺术进入学校表演，也是带囡仔到表演的所在看戏，有超过200间学校，按算有4万个囡仔来参与，其中有1/3是偏向学校。我们希望能够培育儿童戏曲的编剧，希望让小朋友们呢能够呢认识，而且爱，要爱呀，爱自己的文化。团结中心表示，有超过50个顶级团队加入计划，像布袋戏、歌戏、配角戏、甲传统音乐等等，希望囡仔更加认识传统文化。剧团有一个乌姑娘，就是灰姑娘，就是咱用西方的卡通的故事来甲改编成歌戏。接受了后摆，其实大汉，伊可能就是会变成讲，伊就无遐尼排斥迄个歌戏，讲啊，这台语我听无，我就无爱去。有剧团就表示，让囡仔较早接触传统表演，囡仔就会当提早感受到传统文化深色的所在，先有兴趣，才通进一步去投入传统文化，才有机会开枝散叶。记者点不离开，台北采访报道。行政院今仔日通过草案，要来成立国家语言发展中心，推动弱势语言的传承和发展。就有无语团体指出，接下来要继续来关注语发中心分配到偌济资源，也佫有变怎来行动。优先推动面临传承危机的一个国家语言的传承、复振跟发展。台语、客语这些母语的传承危机已经无法躲过单台，而且行政院的记者会宣布，通过国家语言研究发展中心设置条例草案，会以行政发展的方式成立语发中心，改善台湾在这等里面临流失、断层危机的语言。整体的业务上的推动呢，我们要推动的是语言的一个调查跟出版。同时在语料的史料的一个收集跟研究也必须要去着力，同时在这个书写系统拼音还有未来的一个数位上的一个应用的推动，也是我们这个语发中心的一个重要任务。文化部表示，希望这个中心会使加做各部会推动母语相关工作的基础和底课。母语团体指出，成立语发中心已经拖真久啊，虽然推出草案是好消息，但是接下来也要关注中心会使分配到偌济预算和资源。讲咱要用偌济开来，偌济公共资源去抢救有传承危机的国家语言，所以用安尼来想，其实应该会足好去定讲到底这个规模预算要偌大才有够。过去无做的物件，即马爱做吼，可比讲咱对这个足大量无共专业领域的外来技术、新的技术要安怎用即个国家语言要安怎去应用，要安怎去翻译。张宏辉表示，自2019年国家语言发展法施行了后，就规定要规划专职单位推动国家语言。但是现主持相关工作是文化部下卡的一个科咧负责，权力伤过细。现正已表示，计划中心草案落尾会送立法院审议，也只是文化部参国党团协商，望赶紧审妥完成立法。记者郭美婷随台北报道。来看法国南部的伊甸戏院已经有128档的历史啊！伊是全世界上古的电影院，在这超过一世纪的期间，伊嘛经过波折爬远去，不过即马阁予人重新接手来经营，继续见证电影的发展。
法国南部临海都市拉斯奥塔可能就是电影发明地，有一个全世界上的电影院伊甸戏院。1895年，一群观众见证公司全球第一部电影《火车进站》的放送会，是由鲁米埃尔兄弟在拉斯奥塔那边黑白无声纪录片。鲁米埃尔兄弟是将当电影电影放送机的发明者之一。On that night in 1895, pictures moved. The people present were astonished and filled with all kinds of emotions, from fear, which was perhaps exaggerated, to outright pleasure and amusement. 第一摆放电影就予伊甸戏院正出名，这所在不止演看电影，也阁是一个多元化表演场所。歌唱比赛、表演秀拢捌伫遮举办过。已经过身的法国歌手艾迪特·皮亚福、法国歌手杨蒙顿等人也拢伫遮表演过。因为伤过有名，1950年代。有电视节目将片名当作是选秀表演的场地，甚至还有特别机关爱豆台失败者。When the audience didn't like a singer's performance and started booing, a hook would appear from the wings and pull the unfortunate singer off stage. And that was a great popular success. 不过，这戏院过去也被人消失的轨迹，戏院头家在1982年在一场暴力抢劫事件当中，被人枪杀身亡了后，戏院关门30年。虽然这个破坏戏院了后，和市府买断也列为历史遗迹，不过经过破旧，无人想要接手，一直到有有名的演员出来声援。We have to save it. It's extraordinary. We can't forget this place. It's the oldest cinema in the world. 2013年，伊甸戏院总算重新搁对外开放。Can I see your tickets, please?It's magical. It fills me with so many emotions. Anyone can film things with a smartphone, so we don't realize how much hard work and invention had gone before. 来戏院参观的人数每年增加，即马当年有27,000人来到这上楼戏院看电影，感受历史的奇妙气氛。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辑。非洲大鸟鼠对气味真敏感，而且比狗仔更加细只，活动更加自由，所以就有研究人员利用大鸟鼠来训练，要来协助海关找找野生动物的走私，希望会当救到一挂强被绝种的动物。非洲大鼠伫土泥遮偏遐坑，顺利找到4包羊甘菊地包，随时得到奖品。身体的各动物在训练非洲大鼠。伊是一般鸟鼠的3倍大，比狗加只细只。伊毋但是好辨识，佮会当伫歪歪曲曲的空间自由来出入。训练人员按算要用伊来搭救呼叫走私，通抢救野生动物。Pangolin are one of the most trafficked animals in the world, so pangolin scale could be something that they could detect. 训练人员讲，除了拉力，按食物白鲸类到稀有鸟类等走私生物，拢会当照因无同的献味。来训练这挂非洲大鼠的超侪功夫，而且因阁会当活较久，真值得投资。You know, some rodents, some rats have a lifespan of 3 to 4 years, or even shorter. Whereas our rats, in the wild, live around 7 to 8 years, and our oldest retirement rat, passed away when she was 11. 事实上，这种非洲大鼠过去已经有真侪功劳。在全球战乱的地区，找到150,000粒还未爆炸的地雷，也在非洲片切片的深部，协助25,000的病患诊断出血了。目前除了查缉野生动植物走私，坦桑尼亚的研究单位也在训练大鼠协助救灾，找出受困者。希望未来在地震也是爆炸灾难现场，会当出动。是到正人讨厌鸟鼠变作救命英雄。公视新闻詹惠敏编译。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0度到30度，中部地区20度到31度，南部地区21度到32度。东部地区20度到29度，外岛地区是17度到27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
谢您收看今天的公司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邓阿尊，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再会。